祝愿各位领导、嘉宾和朋友们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、万事如意！谢谢大家，感悟文化中的龙井，也同时请广大嘉宾朋友们更加熟悉三河、了解三河、走进三河。下面进行活动第六项。 举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示范镇帮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。 넘어가자.
朋友们休息用餐时间。下午的活动将从1:30开始，会有松茸王、松茸后的评比，以及拍卖和延边歌舞团的精彩直播表演。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，朋友们，再见。